大家好，我是宁果儿。自从上次我给我一个大凉山的粉丝修了一个发电机以后，他又给我寄了一个柴油机。我看这柴油机是已经报废了的吧，他说如果我这次能修好的话，就给我送他们家乡的腊肉。但是我看了日记器，我觉得腊肉也不香了。不管了，反正已经寄来了，我就先看看还有什么是能够用的。这两个东西是肉眼可见的破旧，这个是完全不能用的。你们看看这缺点啥，油箱都没有了，水箱也是一个洞。这个飞轮是拆去卖废铁了吗？这个弹簧变成了一个蕾丝，我是忍不住想笑了。看看这些，我都不知道我能不能修好了。接下来我就开始拆了，看有什么配件还能用的。这个缸里面泥巴都那么厚了。这个车都车不动，先把那个边盖给下开看看。我的妈呀，看这里面好脏。你们看这个喷油泵都已经不弹了。
这个柴油机仅有的配件就在这里了，其他缺的我还得去买。接下来我就开始给这些配件喷漆。配件我都已经找齐了，该修补了修补了，然后没有的我都已经换新的了。接下来我就开始组装了。胡子我先看一下这个油泵泵不泵油。看来这个是喷油的，接下来我就把这个管子给插上。机器我已经修好了，接下来我就开始去试机了。我就开始摇了。
了，还是把他的腊肉给拿下了。等我有空的时候就给粉丝寄去。然后这一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